哎，老板，你这都生涯了，你想咋的？便宜点吧，不议价。你不会挑没生涯的？喂，我随便拿了一个都生涯了，可见你这里面也没几个好的。你看，那是你倒霉。真的不议价？不议价。不议价算了，本公子还不想买了。随便拿一个就发芽，说不定吃了还中毒呢。你说是吧，阿苑？阿苑，什么呀？阿苑，阿苑，这个小娃娃哭这么厉害，被他爹骂的。不是，哎，大伙儿都听着啊！你看，是他爹，肯定是他爹。你看这鼻子，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。大伙儿说，是不是？不是吧？这个男人啊，也太狠心了。你看哭得这么凶，是不是被他爹给骂的呀？也不知道把孩子抱起来哄哄，就这么坐地上哭，怎么当爹的？这么年轻啊，是第一次当爹吧？我当年呢、啊、也是这样，什么都不懂，老婆多生几个就全都懂了。教小孩啊得慢慢学。孩子，你娘呢？小朋友别哭啊，小朋友。他娘呢？这娘呢？你这爹不管事儿，他娘去哪儿了？南站，干嘛干嘛去？走了走了，走了。南站，这么巧，你来夷陵干什么？夷陵，路过。这孩子，啊、哦，这孩子啊。我生的，对了，兰姐，你刚才做什么了？怎么把他给弄哭了？我什么也没做。啊，我知道了，兰姐，你啊，虽然脸好看，但是都是一副苦大仇深的样子。这孩子还小，不懂得分辨美丑，所以被你这个不和蔼的叔叔一瞪。可不是要哭鼻子了吗？抖音。